Здравствуйте. Я Матер Вале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, студент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. «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» — это песня, которая очень знакома русским. Несколько лет назад я видел, как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вставали и пели эту песню на церемонии закрытия 19-го съезда КПК. Я хотел бы задать вопрос рубрике «Вопросы и ответы 20-го съезда КПК» Китайского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о агентства. Всегда ли поют эту песню «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», когда проводится съезд КПК? 这位来自莫斯科的同学您好，正如你所说，国际歌在俄罗斯广为人知，而中国共产党开党代会唱奏国际歌，则要回溯到99年前广州新河浦的那个夏天，1923年6月，中共三大在黄花岗烈士陵园闭幕，与会代表在祭奠革命先烈的同时齐唱国际歌。 而他们所唱的中文版歌词，则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者瞿秋白在闭幕式5天前在《新青年》上刚刚发表的。当时的与会代表基本不会唱，便由瞿秋白等人现场教唱。此后，党代会闭幕时会唱响起国际歌，逐渐成为一种传统。那么，这样一首经典的歌曲，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呢？ 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讲。说到国际歌呀，就要讲到它的起源。这可以说是一首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信仰之歌，由法国人欧仁鲍迪埃作词，皮埃尔·迪盖特谱曲，歌颂了巴黎公社战士的崇高理想和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。20世纪20年代，国际歌传到中国，在中文版歌词中，瞿秋白将法文“国际”一词改用音译。 因特纳雄奈尔传达了全世界无产者同声合唱、情谊交融的意念。国际歌翻译成中文以后，中共领导人高度重视国际歌的精神鼓舞作用。毛泽东曾说：“国际歌的歌词和列宁的文章，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，不仅要唱，还要讲解，还要照着去做，并多次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高唱国际歌。” 在中国呀，每逢中共举行的重大活动时，都会奏响国际歌。2017年中共十九大就是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。2021年7月1日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《伟大征程》中，国际歌也被作为专门的历史篇章进行了戏剧演绎。 如歌转瞬百年，从中共三大召开时，全国党员仅有420多人，到如今全国共产党员人数突破9600万，这首歌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理想之歌。